是你身处黑暗之中，还记不清当初的梦，低下头两手空空，怅然若失般心痛。世上每个人话题不同，你也会和美好相逢，张开双臂迎相逢，但是你一定更好更勇更从容。不要迷茫，不要慌张，太阳下山还有月光，它会把人生路照亮，陪你到想去的地方。不要彷徨，不要沮丧，thank you.